先来看看这个，这是卡宝车神的银沙爱衣。哇哦！现在是它的兽形模式，我们来给它变形吧。嗯。看看这个，这是卡宝车神的火警王车手。哇，他的装甲看起来好炫酷呀！现在是他的机器人模式，我们来给他变形。汽车模式，快看，这里还有119呢，这是一辆消防车。接下来是一头非常强壮的牛。哇，这是卡宝车神的重要人物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嗯，现在我们来给他变形。耶，知道吗？卡宝车神哥哥真可爱，你喜欢吗？是天巨人，帮帮你。卡宝车神的狮王凯恩，我们让他变成机器人。之王看起来好霸气呀。这是探险王弗龙，我们来给他变形。真的没有办法，超级创建巨人伴我出发。 Hello 我的卡宝朋友，你和我的勇敢的朋友，当你在回心间转动手表交换我吧。机器人模式变形完成了，快看，最后一个是一头大象，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要找的象王了，赶紧变形看看。守望的力量，秘密特工队，跟守望力量一同出动，秘密特工队，在地球出现的外星来的怪物，用邪恶的手段威胁着所有人。变形完成了，这是迷你特工队的象王。小朋友们，终于找到了，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记得点赞订阅哦，拜拜。